上节课呢，我们一起完成了一个自己开发的相机，美颜自拍神器。那么，这个相机呢，功能界面还是比较简陋的。说起是美颜自拍相机，还是有点惭愧。大家可以下去可以加一些，比如说一些 UI 上的优化呀，以及加一些功能啊，比如说设置一些一些特效啊。比如黑白呀、啊，或者是白平衡，或者是图片，颜色特效之类的，这样的话让这个美颜自拍神器变成真正的自拍神器。后面我们来总结一下我们这个 Camera 拍照功能开发中间的注意事项以及一些要点。我们看一下我们之前总共学了，包括第一部分使用 Intent 调用系统相机进行拍照。以及 Surface View 的介绍，还有就是通过 Intent 来调用系统的相机进行拍一张照片发给好友，然后还有通过 Intent 去调用系统的媒体库来进行预览照片。然后第二部分呢，我们介绍了使用如何使用 Camera 和 Surface View 来实现基本的相机预览。接着就开始讲一下如何使用手机的前置摄像头，还有自定义 camera 的拍照以及一些存储的相关知识。后面我们又介绍了 camera 的一些配置参数，比如说自动对焦啊，比如说如何打开闪光灯啊、关闭闪光灯啊，还有一些分辨率，设置照相机拍出来照片的分辨率，还有白平衡等等。后面还有 camera 的预览方向。以及如何让我们拍出来照片变得小一点，这样我们在跟朋友聊天的时候会节省一点时间，节省发送照片的时间。那么我们看一下我们之前开发中间要注意哪些事项呢？首先第一个是需要权限，权限这个我们在调用相机的时候一定是记得要申请这个权限的。因为相机对于用户来说是一个，就是也算是侵犯用户隐私的行为。如果说在谷歌这个系统里面，谷歌安卓系统里面，如果说是侵犯到用户隐私的行为，是一定要在清单文件里面声明这个你需要调用的权限的，就是说让用户要知道那个你要调用他的相机了。好，剩下就是 Camera 的初始化。以及打开 camera 的摄像头，我们一般是默认就用这个 camera 点 open 这个方法。这个方法呢，默认就使用后置摄像头。那么，如果我们要打开前置摄像头呢？这个安卓 SDK 2.3以后，它是支持来使用前置摄像头的。那么 open 方法里面可以接收一个 int 参数来指定你要使用哪个摄像头。当然了，下面还有设置预览的显示位置。设置预览的显示位置呢，就是我们 get 一个 surface holder，然后把这个 holder 给它set 到这个预览的位置。那么我们这地方要注意的一个事项就是说，这个 surface view 不在前端显示的时候就会销毁掉，那么它恢复的时候它会重新绘制。所以说我们在一些界面切换的时候要注意一下，比如说以后你做一些相机类应用的开发时候，比如说来了一个电话，那么把你这个相机给切换到后台了，那么如果在切换的到后台的时候，你想保存一些数据，那么你就可以在这个切换这一瞬间做一些操作。还有开始预览呢，它是有一个 Start Preview 方法。那么我们将摄像头拍摄画面显示在 Surface View 里面呢，就有一些参数，还有一些进行一些参数的配置，我们可以通过这个 get parameter 这个方法，然后来获得这个摄像头的相关参数。这地方呢，就是要注意点，就是每个摄像头的一些参数都不一样。像刚刚我用我自己的手机获取出来了一大堆那个参数，
比如说一些设置 ISO 啊，设置白平衡啊，以及图片尺寸呢、啊，还有一些预览的尺寸之类的。还有就是我们可以把它就是获取到以后，然后给它调用内部方法进行重新设置，然后再给它 set 回去，这样的话就实现了对相机一些参数的控制。我们可以自由的利用，比如说控制白平衡、控制闪光灯，以及控制一些图片的大小之类的。好，这个下面这个就是自动对焦。自动对焦是使用这个 autofocus 方法，然后它里面传了一个 autofocus callback 的肥调。然后自动对焦是一个异步的操作，我们在等待自动对焦结束之后是才开始拍照的，所以说，我们当点完这个立即拍照这个按钮，它先去对焦，对完焦以后才开始进行拍照。它传过来一个肥调对象，我们在它肥调函数里面去调用拍照的方法。拍照的方法呢，就是 take a picture，take a picture 里面我们之前也介绍了，里面传了三个肥调的方法，比如说第一个是快门的肥调，比如说我们按一下快门以后，可以在这个肥调方法里面设置，就是屏幕闪烁一下，或者是有一个快门的声音，或者是播放一段音乐。以后你在自己就是做一个相机的时候，也可以在这个里面做一些特殊的操作，比如说当你点一下快门，就放一段比如说劲爆的音乐。或者是一个很好听的声音之类的，肯定让你的相机与众不同。那么这个第二个呢，也是一个就是文件格式的肥调方法。第三个参数呢是 GPG 的肥调方法。那么我们拍摄的是 GPG 的照片，那么就在这个参数里面，在这个肥调方法里面进行接收数据，它返回的是一个 byte 数组的数据，那么我们要通过文件输入流把它写出到 SD 卡上面。那么拍照呢，也是一个异步的操作，它也是通过肥调函数，然后得到拍照之后的数据。这地方有一个注意的事项，就是拍照之后摄像头是不会自动回到预览状态的，需要我们重新给它调用这个 set preview 方法。这样的话呢，才可以进行连拍，我们就可以拍完一张照片以后，等它拍摄完毕以后，肥调回来，把数据显示在前台 view。那么记得一定要使用 start preview 这个方法。好，大体上就这么多，然后大家回家的时候，要把这个照相机，我们这个美颜自拍神器，给它好好完善一下。把之前的代码给就是自己敲一下，然后有哪些问题再去官方文档去查看一下。OK。